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昨天 iPhone 的发表会 ，iPhone 15也是在晚间凌晨的时候登场，很多果粉也是熬夜来看一下，但是结果呢，在发表会之后，苹果的股价就下跌了。人家讲说啊，感觉好像是心机不灵了吗？因为主要就是大家的这个期待度有一点好像落空哦，就是说最后好像只有那个 Type C， 就是它的充电头从 Lightning 变成 Type C 哦，所以人家讲说亮点不太多，而且就是看到。到一些新的就是钛金属的这个颜色，所以让大家感觉上面好像没有预期当中，比方二 TB 这样的容量，然后所以有些人就是换机意愿就大减。因此你看到还有这个摩根大通就讲说，这个现在要下调苹果的目标价到230元，甚至还有些人讲说，哇，这个苹果的发表会之后啊，才知道华为真的好，就甚至还有这样子的评论出来哦。所以昨天在苹果的新品发表会的时候，外媒都一直在提说华为竞争这件事情。我们看这个瑞银证券呢，他就说因为一直面临到华为新机这些风险，所以现在就把苹果 iPhone 15哦出货量大幅下调啊，原本大概是这个9000万只哦，最高是上看9000万只，现在直接是下修到连8000万都不到，7800万只哦。那他们可能会依照第一批首批出货铺货的国家的销售数字，他们这些预估单位都还会再做第二批的修正哦。如果第一批反应不如预期的话，恐怕还会再下修。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彭博讲说，苹果在全球开卖，那这个印度制的 iPhone 15也是这一次为什么有些人会下调这个预期哦，就是大家对于印度制造，有些人还是觉得好像因为好像第一次转移这个供应链过去，所以会有一些些的质疑，就想说，哎，先看看别人用的状况怎么样再说。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观望心态。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在发布会之后，微博上面也很热闹啊，凌晨3点多，结果在微博上面的热搜第一名竟然是华为的发布会哦，所以人家讲说，哇，是不是代表着这个华为可能会卖得更好了？因为苹果没有推出一些新的亮点，以至于有些人在抉择这样子两个就是世界级这样的品牌的对战的时候，哎，可能要做抉择，我是要苹果的新机还是华为的新机，可能会转移阵营。有些人是不是反过来回去搜寻华为了？那甚至我们看到他们的目标价还提高哦，就是对比苹果是调低哦。现在这些可能市场预估人士讲说，大概哦出货量会。上看4000万只，然后也要启动这个回归手机市场的通盘计划。小摩的分析师讲说，这次华为重回中国大陆的一个智慧型手机的市场，可能也会导致 iPhone 直接受到重创，在中国大陆的市占呢会直接下调。因为当时华为受创的时候，大概 iPhone 是成长10%左右的销量，其他是流向了，比方说小米啊、OPPO、VIVO 这些 Android 系统哦。但是如果说华为又强势回归的话，恐怕那10%又会被再要回去，甚至更多。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微博，甚至还讲说啊，这个 iPhone 15的备货量锐减30%哦。中国大陆的网友讲说，苹果不该在平庸的时候选择了平庸哦，有顶尖的华为，为什么还老要吹捧苹果呢？那当然也是包含了一些民族情绪在其中哦。我们来看看这次呢，现在有人在一些这算是那种路透照哦，就说哎，好像有人在拍到这样的准备的场合，这个麒麟 9000S 好像是这个正式发表的场合，因为上一次他抢先发表是因为雷蒙多去到中国大陆嘛，所以那我们才看到 Mate 60 Pro 的这个登场，但是他们还有一个正式的发表会，据说在9月25号。这一天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吗？或者是这个场地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吗？其实有哦，因为在2021年的9月25号，当时呢，孟晚舟就是回到了中国大陆，他那时候是9月25号搭乘专机返回了深圳，然后这次是不是又选在深圳这边东莞的这个理工学院强势回归哦？那所以我们看到任正非就提到了，之前就讲说，美国你以为抓了我们就垮啊？我们不会的，我们来看看，说抓完孟晚舟，可能这个抓错了，他以为抓了我们就垮了。就抓了，你看我们也不垮呀，我们在前进啊，我们还在前进啊，对吧？我个人哪一天不存在了，这公司前进的步伐也不会改变的。好，甚至还有这样的消息哦，
华为是不是要反击了呢？人家说孟晚舟的反击来了，华为取消价值3200亿美元的晶片采购订单，也让这个美企哇哇叫哦，就是哇，这样痛失3200亿美元的订单，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占比份额哦。所以这个同时之间，它转向了跟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的这个订单来下单，所以是不是代表说，哎，你原本是你打击我，现在不好意思，我不需要你的时候，那我就开始砍你的订单，那的确也会。会重创美国的一些晶片产业。再者，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华为的发布会哦，因为其实人家讲说，华为在昨天跟今天是荣耀的发表会，所以接二连三夹击苹果。昨天发表会其实是发表新电动车，推出了这一个问界 M7， 这个新 M7。余承东讲说，从来没有被超越哦，因为在今年上半年的新能源 SUV 的这样子的销售排行啊，他说是超越业界的平均，那甚至呢，在新车质量也是排行第一。还超越了 Tesla 跟宝马、哦、那他甚至这个现在德法开始有点担忧，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哦、大举的这样子好像反攻或者是抢占市场，所以法国正向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施压，就是要求说要针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肖兹哦，最近眼睛受伤变独眼龙，他讲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哦，其实对于德国汽车来说是有利的。他说不会吓到我们，但是要激励我们真的要变得更好。那日本同样也是感受到这个威胁哦，日本、德国过去都是这个数一数二的汽车制造业强国，现在面临到中国大陆的挑战，你看看日本两大车企啊，过去水火不容 ，Toyota 跟 Honda， 现在决定要联手了吗？看到 Toyota 董事长开着 Honda 说，赞啊！然后现在他看到这个彭博讲说，比亚迪哦，中国企业，这些中国企业在七月份首次也是超越了这个中国电动车总销量50%哦，也威胁到日德这些传统的汽车大厂。好，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这个苹果这个手机啊、哦，其实还没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唱衰它，包括马斯克。马斯克说这款手机啊、哦，看起来啊、哦、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唯一的改变就是它的摄影机啊、哦，好像功能增了10%，只有10%，其他都一样。虽然马斯克没有想到他自己的 Tesla 也跟苹果手机差不多了。几年都没有新样子，没有创新的东西，新产品进去，所以有人说，这个不管是 iPhone 13、14、15，基本没有重大的一些啊结构性的改变，大概都差不多，嗯，都是小地方，而不像这个华为啊，这次手机一推出来，不只是它的这个麒麟9000S 晶片啊，它还有这个哈所谓的这种卫星通话的功能，光这一点基本上就是很大的突破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连接系统，事实上速度还有这个功耗都远超过哈现有的手机。也就是说，你变成一个联网的平台，非常的快，它可以连到4000个对象。那你一般现在的这个手机啊是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它是 WiFi 加蓝牙的功能加起来，功能极为强大。那这些都是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另外一下就是说，华为手机现在它搭配的是什么？它搭配的是鸿蒙这个好作业平台。那鸿蒙作业平台，它不只是手机上有比较多的哈连接啊，它是跟不同的系统在连接起来。嗯，这种系统连接，比如说哈车控系统，现在这个电动车上有这种哈整个的。电动车或者新能源车或者新型车的整个自动化的车控系统，那这个华为手机是跟车控系统透过鸿蒙系统跟车控系统是联系的。还有就是家庭管理系统，你现在这个所谓的智慧家庭啊，事实上有很多这种啊家庭里面的各种啊，不管是电力啊、水利啊各方面电家庭这种，还有这种操控啊，它都是一个一个系统。嗯，那鸿蒙这个系统它基本上是跟大平台合作的。那因为呢鸿蒙本身呢它也发展了很多，比如说汽车上的车控平台、车控系统，还有家庭管理系统，甚至现在智慧城市里面啊也有很多智慧城市提供的各种的线上的服务，也就是 internet 上服务，这都整合起来就真正达到好万物互联。那这个手机的功能就更大。那所以整个来讲起来的话，华为事实上在观念上、在做法上，事实上超越，我认为超越苹果。
那苹果这次还有一个呢，就有不知道谁放的谣言啊，对苹果杀伤力极大。他说这一次十五基本上没有什么，跟十四没有差别。嗯，真正的王炸在苹果十六 ，i16， 所以呢，这个消息出来 ，i15 就挂了。对啊。所以你看一出来以后，它这个股价往下跌哈，嗯，就是综合原因造成的。不过归根究底就是啊，苹果啊，工程师太懒惰了哈，就拿着好旧东西哈，后来稍微搞一下就拿当新的新品卖。说实话，根本不算新品。对，其实现在苹果的外形很难分辨哦。先拿苹果，就 iPhone 12的、13的、14的，其实你都分不出来哪一代了，都长得差不多。那镜头的大小，一点点微幅的差别，其实一般人肉眼很难辨识，所以也造成很多果粉换机意愿低落，因为看不太到，除了变颜色，可能看不出太大差别。我们来问一下委员。那个苹果昨天当发表会是不如预期的，但是基本上苹果现在还是手机的老大。嗯，这个我知道苹果一点，因为我儿子曾经在苹果工作了12年。哦，他有50几个苹果的专利哦，所以我大概苹果的方向是怎么？他在世界上，现在还是龙头老大。是。那问题是华为啊，大家。本来是把它看衰了啊！2年前，当孟晚舟那时候还被这个软禁在加拿大的时候，嗯，你看那时候那美国又强力的去打压它的这个晶片哈，晶片不准，不管尤其去年，凡是跟大陆扯得上关系的啊，都你是有美国公民，通通都不准碰。这个对华对大陆啊，确实影响很大。但是2个礼拜前，我看到一则新闻啊，华为买了中兴7纳米的晶片，啊，这个是蛮突破的哈。现在全球最先进的晶片是2纳米，2纳米的下一代是什么？大概目前还在找材料啊，因为细哈细。无法突破二纳米以下的东西，华为在它还有它的产品还挺多的。当它 OS 它就不用你美国的系统的时候，华为跟中兴啊，大陆的中兴啊，这个他们主要是在5G 方面，美国的5G 啊，美国现在平常讲现在实际上是没有5G 啊，因为。你凡是你要用到你要搞先进的 5G 的话，你就必须得跟中兴跟华为去买它的专利。这尤其是现在他们这两家又在搞6G，往后我相信中兴的市场前景会越来越看好。嗯，好，来请教舰长。现在目前看起来华为好像卖得很好，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你不了解大陆制的产品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个错觉，就是现在因为是一个民族的情绪，我们思想说爱用国货，用爱国主义来做。假如你也这么想，其实你是错的，因为在之前的时候我也在想说，为什么它的绿能汽车能够这么的卖？所以当时我就很好奇，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说，因为我们热爱国货吗？你知道消费者眼睛是雪亮的，你跟我爱一次两次就结束了，后面我一定是一个，就是它真的是好。嗯，我就在网络上看了一个 YouTube， 其实现在你找这些资料很容易啊。我看了一个理想 L9 的一个绿能的汽车，那个汽车在大陆卖大概折合台币220万元台币，那算一个比较高档的车子，但是跟真正高档的又没有那么贵。然后我就看了有一个人在介绍这辆车的整个过程的大概半小时，我当时才知道，我的天哪，中国大陆汽车已经设计到这种地步了。嗯，我举一个例子，我一上这个车子，好比说我有带我的手机，它可以立刻识别出我的手机，能够抓住我手机里面所有通信。我在这里就讲说打电话给翟轩，不，他就播了，我就可以直接这样去讲，我都不必去看。好比说我在这里后座有一个人要看电影，他就手这样子一动，那个荧幕就可能下来，就这样张开好大一个荧幕在后座，你可能就是说我要看什么片，他那个片就出来，你手就在格子这样子动，他就哇一个子找，然后它播出来，这就是一个这个电影院一样。我刚刚举的这两个只是一个很小的两个，你真的要去看，它的车子还可以升降，就是你如果老人下来，它还可以稍微降一点。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的天哪，中国人设计的车子已经跟
美国、欧美的那个先进车子截然不同。宾士的 BMW 车子就是车子，可是它的东西变成什么了，你知道？它把你的手机、把你的电脑、把所有这个视听音响全部整合在一起，未来能做到什么地步，我还不知道嘞。但是那天我看完那个车子，我就知道我是使用者，你不要告诉我，我恨中国，我都会用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认为华为将来是一样的哦，华为将来会胜过苹果。为什么？你看它现在的耐用度已经超过苹果很多，在水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示范的，在手上这样子先摸就能够去反应的，你到哪里去找这种手机啊？所以我保证各位，我认为华为的手机将来终究有一天会打败苹果的。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